腰宝系系主任梁志清表示，虫草咖啡喝起来带有果香和花香味。在研发过程中发现，当发酵时间增加，咖啡豆中的虫草素和腺苷含量会变多，加上绿原酸成分的降低，减少咖啡的苦涩感。把咖啡豆当培养基，然后运用一些培养的一个条件的一个探讨，然后再加上我们当时候有筛选了五株的这个虫草的菌株，北虫草的菌株，然后从里面筛出一株北虫草的菌株，它在这个虫草素跟虫草酸腺苷的产量会比较高，那这个是我们这个产品产生的一个情形。市面上的虫草咖啡是将虫草产品混合咖啡豆，大大学研发的虫草咖啡是以咖啡豆作为培养基，运用北虫草菌种进行最适条件的发酵，搭配独家配方烘焙做成挂咖啡。我们这个是一个 SBIR 的计划，是屏东县政府的一个计划，那厂商委托我们在学校去进行培养分析，那后来我们因为从五株菌里面去筛到一株菌，它产生的这个虫草素跟腺苷的产量比其他的四株菌还要高，那所以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条件去申请专利。关键技术永虫草咖啡豆及其制备方法也取得专利。